OK， 把这个调好。完，因为是第一次拍摄团综，所以有一点紧张，但是基本上兴奋大于紧张，因为我们事前都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就是直接 freestyle 来的，所以，今天早上其实特别好玩的一点就是，因为我其实以前在很多其他的节目上看过，就是有玩过那个叫什么隐藏摄影机这个东西，然后今天终于第一次体验到，虽然说不是进行的非常的像想象中一样的顺利，但是至少经历过了，然后我觉得特别刺激，然后感觉现在好像什么东西都是隐藏摄影，感觉什么东西都是隐藏摄影机一样。对，然后明天他们明天叫我们收拾了行李，但是也不跟我们说去哪，所以其实特别尴尬，就是我根本不知道带什么东西。然后对，我觉得没事，反正就做吧。好，其实我这次来带着心情就是去旅游的心情，然后明天见吧，拜拜。